请那个党团的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把你我们这个这个交通委员会委员哦，还在这边的，哎，杨委员到了。我们现在继续开会，今天继续审查10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有关交通部主管航港建设基金附属单位预算，现在请部长报告，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列席贵委员会就101年度航港建设基金附属单位预算编列情形提出报告。航港建设基金系原台湾省政府所属交通建设基金与码头工人退休离职基金简并成立，属预算法第四条所定的特别收入基金，以商港服务费为主要收入来源，供办理补助各商港重大公共基础建设的特别政务所需，以增加各港各商港装卸吞吐能量，提高港口对外竞争力。有关本基金101年度编列的细部的情形，我们是不是请这个齐司长来做报告？谢谢。各位委员早，那以下就基金重要业务计划及101年度预算编列情形，跟各委员会提出简要报告。基金来源的部分，第一个是依商港法15条征收商港服务费；第二项是指财产收入，它指的是中仑站土地租金收入以及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第三项是其他收入，指的是杂项收入。那基金的用途是补助港湾公共基础建设所需的经费，那第二个就是办理基金行政业务所需要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因应航港作业所需要的一个经费，以及一些固定资产的转正，第四一个就是有关结缴国库的部分。那101年预算编列的情形，简单做一个报告，基金的来源大概是51亿106万8000元。那它主要的项目是包括这个依商港法所征收的商港服务费收入48亿953万7000元，第二个是有关财产收入部分，是包括租金收入4845万4000元，以及利息收入2亿3276万3000元，一共是2亿8121万7000元。其他收入指的是台中港务局缴还以前年度补助港湾建设的工程结余款有1031万4000元。那基金的用途总计是145亿7494万元，主要的项目是包括了补助港湾建设计划有45亿2628万6000元。那重要的项目是包括了补助基隆港务局18亿7759万3000元，补助台中港务局6亿4751万元，补助高雄港务局15亿1295万2000元，补助花莲港务局5823万1000元，补助金门县政府2亿3000万元，以及补助连江县政府2亿元。那第二一个是有关一般行政管理计划，是2亿306万4000元；一般建筑设备计划是28亿4559万元。以及结缴国库计划是70亿元。那本期的短处是94亿7387万2000元，那将移用基金的余额来做支应。那本部的航港建设基金101年度预算的筹编，系以完善港户基础建设及达成基金创设目的为原则，同时配合各港整体计划的及实质建设计划来编列补助商港公共建设计划预算，推动各项重大港户建设，将有限的资源做最有效的运用，让我国的港户能够持续发展、永续经营。
并有效提升商港服务能量及品质。敬请各位委员先进能够鼎力支持，不吝指教，谢谢。我们现在进入询答程序。我们第一个登记发言的委员是叶于金委员，叶委员，请。时间我们是照旧例啊，严厉是10+2，发言登记到10点钟为止。请。司长好了，司长。司长。委员早。司长，我知道你在香港法里面也很用心哦，但是我们香港法修正以后的第12条规定，这个还是继续可以收香港服务费。而且这个香港服务费呢，是纳入航港建设基金，哈，然后呢，并且表明说是用来全部用于这个香港国际香港的建设。好了，那我就请问了，收这个香港服务金是因为公权力才可以收这个香港服务费，对不对？那好，那又因为公权力可以收这个费用，那照说呢，将来组织改造以后变成公司了以后呢，所有的设公权力的事情还是属于基金，但是呢，除了这个政企分离，就是公权力的事情以外，以后开发、兴建、营运都是由港务公司办理，对不对？我想港区里面的基础公共建设还是需要由这个航港局未来他来办理。好，来，那你中间怎么分呢？啊，来，我问你，那码头算是哪一类？码头是谁做？码头是属于基础设施，就是公共使用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公共基础建设。码头是公共使用，那公司不用。除非他是另外是委托民间机构去新建经营的码头，其余的是码头建设是基础建设，因为码头是公共使用的。码头是公共使用，公司以后不用用码头，那他怎么弄？那营运设施的部分就是由公司来负担。啊，你没有码头，你怎么营运？我们是不是让李局长说？不好意思，喂，码头是属于那个港务公司要新建的，它是营运设施的一部分。好，你们两个说的就不一样了。应该是。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局长讲的才对了。啊，好，这个有一点问题哈。码头是公司新建的，来，好，好，不要有第三种说法了哈。不会，我想这个。我想这一部分呢、切割了啊，我想可以用我们 BOT 案的一个处理原则了。譬如我们台北港整个大概花费比较大的啊，这种什么浚升啦、防波堤啦、码头工程，事实上是政府做好。那然后至于说码头上面那些设施啊，吊杆啦、起重机啦，乃至其他经营上所需要的那些设备，就由 BOT 的厂商，我们是那一个切割线。这真的是就第三种说法了。没有这样，你们三个说的不一样，对不对？一个说是公共建设，一个说是应该是由公司来经营。部长，你说还有 BOT？ 没有，下面公共建设上面没有，基本上我讲我变成公司经营一致的啦。这个这样像这一条 BOT 的这一条线的切割，事实上也是切割港务局跟港务公司跟那个航港局跟港务公司那一条线的。就是港务公司那一块，他可以自己来做，他也可以发包 BOT， 所以这公司的那条线是切在那边，是就是航港局，他切的就是属于。好，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也是我们在这个将来要修这个港务公司现在在协商的这个哈。
要注意的地方哈、啊，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厘清，很难拿捏的。我再问一个，好，来，司长，刚刚码头已经有三种说法，那现在货柜中心呢？货柜中心算是公共建设还是经营公司啊？是公司营运需要的吗？货柜中心，那谁来新建？包委司长，你不敢讲啊？包委是这样子哈，我说个说明哦，码头是这样，像这个高雄货柜中心，它是一个 BOT 的案子，所以它目前那个高雄的第二货柜中心，它是由阳明海运来投资新建这个码头。那我刚刚说的有这个属于营运的部分，就是有些码头不是属于大家都可以用，那公用码头。我现在已经在问货柜中心。那货柜中心做像第二高雄港那个货柜中心，它是属于 BOT， 它是属于由阳明公司来投资去用 BOT 的案子。高雄货柜中心是 BOT， 那基隆呢？基隆台中呢？台中的部分，我们像台中那个码头。哦，你货柜中心还每个地方弄得不一样啊。因为包委员是这样子哦，就是说早期的码头都是港务局自己新建，那后来因为政府希望民间来参与公共建设，所以陆陆续续有些码头像台北港或高雄港，我现在在问你货柜中心，对，那有些货柜中心它后来就是吸引民间来投资，就是用 BOT 的一个方式，那由民间来新建一些货柜中心。那早期好，那如果没有民间，没有吸引到民间的这个投资呢，那货柜中心谁来盖？如果说民间没有 BOT， 那港务局或未来港务评估有需要，那就是港务公司自己来干。你确定哈？对，不可以拿公家的资源来干。没有没有，不可能不可能。好，好。所以哈，这个要分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现在虽然要新成立的这个港务公司是100%国营事业的，但是问题是久了以后哦，不知道哪天要民营化。那每次就是这样，到了民营化呢，要开始试股了，就开始了，就变成很多国家的资源呢，或者国家的资产呢，就变成私人的或者是特定人的哈，这样是不好的哈，这造成这个人民的损失。来，那么我们再来讲这个商港服务费哈，商港服务费，你们刚刚说是要用来建设，那用来建设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司长，你听得懂问题吗？商港服务费是用公权力来收的，所以应该算是要用在整个公权力可及的部分。比如说我刚问了，如果你这个是应该公司经营的，就不应该拿商港服务费去建设这个货柜中心。我想他，你懂我的意思了吧？了解，他主要就是公用性质的部分，就是由这个好商。我现在要问你的就是说，哪些是公用部分的？你们这个第十四条是不是？你说《商港服务费收取保管局运用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对不对？好，你这个就是公用的部分。第一项很清楚哈，防坡堤、航道、驻航设施或公共道路等商港重大公共基础建设之补助 ，OK， 这个很清楚。或者是商港服务费之行政管理，那行政费用这个也很清楚。可是你的第二、第三款呢？什么叫做港埠政策需要之商港建设补助？这个太笼统了吧？什么是其他？我觉得最麻烦的、最多弊病的，就是在这个其他的让包山包海哈，其他航港建设及发展之补助啊，这两项都是补助。这个呢，我现在因为现在马上要成立公司了哈，所以我们这个会有一点争议，可不可以更明确一点？这两项，可不可以这个明确一点？我想其实就是就港口发展需要，而且是没有自偿性的。司长，是部长，这个要你来了。部长，来，这个要你来，这个司长没有办法啊。司长，你请回。部长，我知道你在下面也很认真听了，这个真的是太笼统了哈。什么叫做有需要？来，比如说，
我们现在连基隆河桥梁改善工程从航港建设基金来支出。有这个项目吗？连外道路，我听到你说了这个，你可以啊，你随你高兴，你就可以说这是因为第二款基于港埠政策需要之商港建设补助。这个是不是局长来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哈，因为那个基隆港的那个整个货柜作业的那些后线啊，场地不足，所以整个基隆港支援港区作业的货柜场呢，它都设在基隆市的五堵戏子这一带。那么这一带呢，就经过很多的桥梁，那么要维持基隆港整个货柜作业的顺畅，经过这个桥梁的话，如果这个桥梁比较老旧，比较不符合需要的话，那么它需要部长。好，我可以接受了哈，部长，我现在不是在讨论个案，我是要跟你们讲说马上要成立公司，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把它理得很清楚。你将来用这样模棱两可的这个一个这样子，以后是不是其他的港口他也会要求要比照啊？比如说啦，我就说那为什么你可以补助基隆港基隆河的这个桥梁改善工程，为什么你不能来补助我们安平港的什么曾文大桥的改善工程啊？为什么你不能去高雄补助高雄市政府的这个港口附近的桥梁的改善工程啊？那也很多货柜车在那里跑来跑去啊，有些有功能性的、啊。那也这个很笼统，就是说你说这样的话，那我也可以说高雄港也很多货柜车跑来跑去，跑到市区里面去啊，对不对？对啊，所以说有些路就是由我们交通部在建啊，部长。我想哈，因为我们现在在协商，我知道你们很急了，我也希望有效率一点。我们现在在公司法在协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变得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将来这个基金有一天这些基金要民营化的时候，这些基金啊花光光了，然后这个公司都盈余了，然后呢因为公司盈余呢，这个主管呢、员工还可以拿这个绩效奖金呢、将来甚至还民营化以后变成私人财产，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是是。所以我今天提出这些问题的重点在这里，是不是你们可以把这个厘清？我们在协商港务公司条例的时候也会比较顺畅一点，好不好？好。好，不要变成这个有一个建设基金以后公部门的越来越少，然后公司越来越什么都不用做，只管收入，这样也不对啊，对不对？哈，是不会让它发生的。 好，那我今天提出来这些问题哈，还是你们还是要赶快想办法把它厘清或者是划分清楚。是是是，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王信良委员质询。谢谢。主席、部长啊，其实咱各港口咱家的关联哦，咱立委同仁啊，大家早啊，有请部长。请部长。王爷好，部长你好，你的这管天管地啦，管有练的无练的白的所有东西的管哦，我实在是你的工作是非常繁重啊，所以有当时啊，我们是有时候怕有遗珠之憾，我说你应该认为说应该重要的啊，你因为时间太忙，工作太忙，没有去注意到。或者说认为应该做更好的一些改善，都没做到。我现在，我台南人来讲，台南市了，
你就买你国刚好成立一个港口公司了，啊，就我给你赚钱了。但是我这边安平我烦恼呢，安平的我就安平港虽然是一个国际商港，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小老婆生的了，谢姨啊，囝，你知道吧？哦，我都有那种感觉啊。所以只叫我会从部长你请工对安平港的周围周遭，你都有没有走过？有没有去过？有有有。你也过去嘛，签稿的。好，我到安平港，我要从安平工业区那个大门进去的时候啊，到实际的港区的这个连外道路啊，大概有将近有100公尺，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港区，这个港区的里面，它有的是其实大部分沙石船啊，或是说那个奇美啦，他们那些散装货柜的那个等货柜船，他们货柜车从后面走啊。他们反而是里面的这种连外道路，是台南市的安平跟这个那个就我们到黄金海岸了、啊，那边有一条道路，刚好有一个桥通过、啊。一条路你若开放给台南企业人来共同使用啊，啊不要做，哎，我要去保护起来，大概有40米宽的道路啊，啊都你自己用，啊一天才几部车子。所以我就认为说，像这样的话，以前我们认为说应该都要港市合一，给市政府有更大的弹性来介入整个整体建设，哎，这种参考啊。起码像我感觉我讲安尼讲有理无？好听。跟委员报告了哈，因为这个港区范围基本上它是有些区域是属于管制的啦，啊，所以说它这个对一般的这个外部的车辆的通行哈，是有顾虑的。我想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请高来说明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我们做怎么样的一个？我行的，保定委员，你上，请你上来。假如是说你把里面的那么宽的道路，要专门供砂石车用的，这个货柜车用的那么宽的道路啊，你把里面的我们所谓的围墙、围篱啊，建在里面这个界限边边，这个道路边边，啊，这条路的一个带动器 H 条，我们要从安平港那边要直接通到昆兴那边，一条通到黄金南，又可以过桥，又变成一个新的道路出来，啊，这也当带动整个地方的繁荣了。特别是呢，南安平港哦，你因为你实际上你没有那种工作量，你的船也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圈地的范围非常广，啊，提高得荒荒凉凉哦。问这节台湾人，我们是有感情的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怎么这样的呢？啊，将荒废掉了，将荒废掉啊，无路用啊，啊，你接得起也当好老百姓，大家可以靠近海边、靠近海岸的地方，拢总好你干部给围起来。哦，所以我是认为说，是不是在就是说以后这个港务公司成立的时候，那我们大市长是当然懂事了，一当年的当初啊，一直地方那刚刚因有需要。我等万买行赖市长讲，讲这个地方要争取哦，要争取来共用，来共过共用道路的共过共用，啊，关地方交通有些它的杆就打开了嘛，啊，也可以带你把里面的安全设施你做好啊，你道路旁边做围墙去了，我们一般人还是不能进去啊，啊，你知道保罗的，但好，我带他们企业人子，这个公给用啊，我请我们保定有没有这个可能？我想是先请副局长先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基本上就是港区里面应该要维护港区一个安全了、啊，这是一个前提。那我是这个前提，我大部分的安全，我嘛根本对这个前提我们不、啊、你的安全不遇到。你的方法，我就是用围篱、用围墙不让你进来而已嘛。对，你把你里面围起来那个大门呐、啊，大门里面往内移，然后做围墙起来，我们还是不能进去啊。结果你那么外面很宽的道路。也当行带他们骑兵，大概能够共用啊，啊，为何乐而不为呢？对，所以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是不是我们可以再到现场去会勘一下？照委员刚刚的那个意思，我们看看，来斟酌一下。我做了，公也赛，你都也赛了，也觉得不问题了，黑了。我想跟委员报告了哈，当然有些这个。前提委员也同意嘛，哈，我们有安全的前提了，没有错，没有错，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那是不是有空间哈？我们在，我想委员讲的就是在门的开门的方式了，啊，就管制门的方式了，像这一部分究竟有没有空间等等，我想可能要请我们同仁哦到现场去进一步再了解一下，好不好？
我想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不把它当作原则问题说，绝对不可以。好，我们把它当技术问题来处理了，好不好？好了，今天这技术，我找一些时间，我们去勘察一下，好不好？好。啊，无你安平港是讲是一个小型的商港。对啊，但是恁高雄港做有贴心，都地片一片地遐大地方啦，啊，拢围起来，拢无咧创啥啦。啊，你没有这个有待，这个还有待开发了，有潜力了。对啦，但是委员讲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来，我们到现场来了解，好不好？对啦，叫我们帮他认同方位，有地恁个啊，我爱管理管理你啊，啊，市政府他们在那跟他碰片啊，他妈给你安尼啊，他们望尘莫及啦吼，所以我直接就讲。看下当工取的时间了，我们过去看一下，我跟市长讲一下了。哦，没在。另外了，我还是就是讲要个打保定工啊，这个你要三申五令，三令五申了，一定要这么做了。我以前嘛叫那个港务局的局长，大家每个人都站在前面，我就问他一句话：你们所有港务局的防坡堤的那个旁边的那个消波块，有人上去钓鱼，没有摔死了，没有摔伤了，有没有？没有，他每个港口都有。但今天我们刚好有一个工程的，这个我们是交通部有一个工程的专门的主委啊，叫李鸿新来，他说日本都是这样，就给工法而已嘛。一个工法就工，我起码要做消波块，我把它投掷下去的时候，我是可以让他把它有一个不是乱抛了，那起码全台湾的消波块通通是乱葬岗了。啊，老百姓啊，无风无影，我就要去钓伊，要去剩啊，就摔下落去，下落有当下那尸体都找不到，啊，摔下去非死即伤，因为又高又那个地方又高，然后那个有很多很多那个木里那个很利的，都够弄个九凶哦，所以就是说我那时候已经有做一个决议案了，以后新的我们那个风波里的消波块一定要整齐排置。万一老百姓认为说今天风平浪静了，我要上去走一走，他在上面是安全的。当然，你又是要风大浪大，你就有其他的禁止的方法。但是这种港那咱的一类提案的这类消波块啊，以前我们政府做错了。韩国、日本你们都去过，百万座水啊，好漂亮。所以部长，你今天我都在做。跟委员报告哈，我想像这一部分哈，起码以我所受的训练哈，消波块的气质啊，这种消波块的这种设置啊，其实它理论上有两种理论啊，有一种理论就是放下去让它自由滚动，它停下来的那个点那种方式，那个就是最稳定的。对，你把它排列得很整齐，有些时候反而抗波力小了。有一套理论是这个理论的。那所以呢就是像这个，我想我这边我不能够说用官大学问大的方式说一定怎么样了，我会要他们研议的。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前提哈，本来像那些地方本来是不应该进去的啦，那现在呢哈，就说有钓客需要，我们现在好港务局把它开放进去，可是属于消波块那个范围，理论上它也不应该去踩到消波块上面去了，那个应该就是它不应该进去的范围，然后那种范围不应该进去的范围它进去，然后因此发生危害啊，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的钓客他自己要小心了，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印象中了，当时港务局开放这种属于这种防坡里的地方来开放钓客来进去钓啊，其实当时有条件的了，当时说属于安全部分他要自行负责，没有错了，有这样讲了，但是所以我觉得危险，对，所以我觉得像这些地方哈。就是说，我们究竟基于说钓客的需要，我们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可以来检讨了。但是委员讲说，消波块啦等等，那就一定要某种方式放。我想我在这一刻，目前这一刻，我想我没有办法讲说一定是这样，一定那样的，因为我照我以前的训练哈，这种消波块的这种方式是有他一套理论在哪里。我也请教过，我也请教过相关的工程人，也请教过一些，所以我们可以来检讨了。但是我想，我们将来可能要。会去加强就是安全的告示了，消波块不要乱走上去了，因为那个不是他该走的地方了。不是消波块不能乱走上去，那是对的了。对了，但是老百姓是进不了的了。不，我想这个还是要负责。我觉得
政府不能做负无限责任啊，这种地方。没，这个不是无限责任，是你是公法，你作为稍微一个改善的话，万一老百姓他不对了，公法部分我可以检讨了。不是我们限制的时候，他不会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那个消不坏的地那个地势，他特别选就一下子就甩下去，也不对了。阿丽娜，别的。对了，我想这一部分我可以承诺你检讨，但是是不是说从此我们就改变我们消费快弃置方式？我想我今天在这一刻我没有办法马上说一定怎么样了啊，这个让他们去研究了。但是呢，我可以要求港务局做的就是说，属于开放钓客钓鱼的那一部分，你们告示再给我加强了，就是属于消费快部分，它不应该进入那个区域了啊，就进入区域它安全要自行负责了。对，目前已经设置了，我没有话讲了，我是新来。以后设置的时候，我们可以检讨了，可以检讨，朝这方面做，可以检讨了，是。好了，好，谢谢你、啊，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杨仁福委员咨询。主席、各位委员，首先有请齐市长。委员早，哎，市长好。这个韩港基金在1999年度啊办理规费收集异化，当时的目标值是5%。结果达成率是100%，就表示啊执行力啊绩效非常的好。当然现在是电子收费的时代，而你们在100年以及101年多看不到这个规费电子医化的推动意愿，是为什么？究竟像去年呢，这个规费说起医化的成效是如何？我想医化是持续办理的，那初期当然是基础建设，建设完成之后就是维护它系统的正常稳定运作。那刚刚委员关心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是两个项目啦，一个是说规费它收取的医化部分，那是5%。但是有关提供他多元的缴费管道，那让他缴费更为便捷。101年还是持续用医化，第一个还是持续希望能够医化的百分比可以继续提高。那原来所谓的多元缴费管道这个部分，目前的缴交率已经达到达成率已经99.45%，很高了嘛。但是还是持续和去推动，是也是重视。对，还是要继续推动，是不是？对，而且我们希望让医化的百分比继续提高。好，第二个问题哈，你的韩港基金是为了提升这个港铺的作业的效率，每年度啊，补助各港务局的建设预算的这个预算经费啊，但是对每年度的目标执行率却只要求90%，是有待加强。那既然港湾的建设是施政的重点，那么就应该是追求100%的啊执行率才对。那为什么每年都保留10%未执行？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可以删减10%的预算，来呼应你们这个90%的执行力啊？是，我想我们非常同意委员的意见哈，应该是要朝向100%来努力。但是所有的港湾工程，它在进行过程当中啊，有些时候难免是因为要跟当地相关的地方政府、民众啊取得共识，或者是说工程施工期间，有些时候会遇到一些原来无可预期的障碍因素。所以工程是有一些不如原来预期的进度，那这部分我想我们要继续努力，让它未来的执行率能够更高。
真的是需要加强哈。你看99年度各港湾建设预算的最后整体达成率是74.81%，而高雄港的执行率啊只有67.33%，是有问题的。那么基隆港的东岸连外这个道路啊似乎无法在101年完工通车，它可能要延期甚至增加这个预算，也是有问题。所以啊，这些分析师认为啊，计划没有做好，那么就影响了预算的执行力。啊，更严重的是不断的在延长啊这个办理的启程，又增加这个预算，这些都是港湾建设预算执行力不好的一个原因。是，我想确实我们的交通部李市长啊，在这一方面更应该严格的管控啊相关的计划。市长，你认为如何？确实，我们应该要再加强啊。那刚刚委员特别关心的高雄港啊，它主要是因为前阵港土地取得遇到了一些问题，那涉及相关单位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进度上是有些延误。但是我想未来在计划执行当中，应该按照委员所讲的各位努力才对。以当市长的或是交通部呢，应该严格的管控相关的计划啊。是是啊，请教第三个问题哈，那个港口海象观测及特性研究，为什么在98年到101年的时候，在我们幼研所做一次的4年计划，总经费是3.19亿元，但是101到105又在高雄港做一次5年的计划，这两个研究根本就是一个明显的重复，为什么？我想这个是要继续办理的啦。那我们也希望说它的布点能够覆盖率更为完整，对于海象的掌握才有更为精准。所以这个因应。上的一个需要，这个部分是需要实际去办理，然后实际去做建设，让我的布点它能够涵盖率更大，掌握到的一个海象资讯才会更完整，那对于这个航安的保障也会比较充足。市长啊，那前面的4年难道这个幼研所这个拿了国家的经费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啊，这个高雄港啊就不能用，还继续来，也不能被呢各个港口所用吗？那这次我们的高雄港可以编列5年计划做研究，那下一次呢就由我们基隆港来编这个预算，再下一次要台中港、花莲港各编列这样的一个这个预算。当然，这个经费怎么这样发的呢？建设的部分是不会重复投资了，但是维运的部分是要持续去办理，才有办法让这些资讯持续能够准确的提供。那刚刚委员所讲的那一个部分，我本席是认为哈，我们高雄港这个研究案啊，只是换个单位来编列预算，是把这个研究案是不是就交给同样的研究团体去研究？市长，你有听？有听吗？因为刚刚委员讲的那个，其实应该是在既有系统之下去做研究，让资料的使用更为精准。是不是在养的嘛？一批的研究的，事实上那些人也是前面的5年总经费啊，他是在既有基础之下再去进一步研究，他的研究经费应该是3000万，不是3亿，他只是一个研究案。没有错，那个是，这次是高雄港500万嘛，那前面有个4年是3.19亿元嘛，那这些研究结果，我们4大港都不能用吗？这个结果，跟委员报告一下，他第一个是建设面是布这个点，那第二是分析的研究，希望把这些布点之后的资讯能够更为精准掌握，主要是分年度来办理，那经费应该不是3亿多，是加起来3000多万，是不是让高雄港务局详细跟委员做一个报告？我知道啊，我看到是
四年三千万，对不对？对对对对。在这个之前是3亿，哦，那是建设的部分，是嘛？是是是。对啊，那个前面研究出来的那个结果，我们全台湾四大港啊就不能用吗？我的意思，为什么还要这样下来？哦，当然就是在建设。我的意思是不是为了把这个研究啊就交给同样一个研究团体去研究去花费，这样的预算的消耗是不对的嘛？是，就是建设的成果要透过后续的研究，让它的成效啊能够更为显示出来。那分歧的部分是不是交给原来的厂商这部分？我们会再跟港务这边来研究，看看是有这个机制可以持续啊，就是跨年计划交由原研究的单位继续办理，这我们再来研究。这个市长是有一点呢强辩哈，啊，接着我请教第四个问题哈，这个为了增加高雄港国际竞争力，那办理了洲际货柜中心第一期计划的总经费是227亿元，那现在正进行第二期的计划总经费是211亿，那个今年明年101年编列是6.45亿元，请问呢？那么这个第一个200亿投下去已经完成了，那高雄港这方面的情况啊，有没有如期的提升引用的一个绩效？这是一。那么第二，即将成立我们的港务公司，也即将投入了第二个200亿，那么究竟能带来多少的这个投资效益？在短期内，像我们高雄港啊，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我是不是请我们高雄港防护局长来说明一下？哎，防护局长，简单而要回答。是，跟委员报告一下，一期的时候，一期我们是做红毛港的迁村完毕，我们做了4座的货柜码头，现在2座的货柜码头已经完成，在今年的1月1号已经开始在营运。那这2座的货柜码头呢，水深是16米半，可以1万T5的大船可以进到我们高雄港来，这是一期的一个成效。那二期呢，准备我们花200把做围体，然后民间要投资690多亿，民间投资进来，最重要的目的是把在市区里面的石化类还有大宗散杂货这边把它迁移到外海去哈，迁移到洲际二期那边，然后我们这个在市区这边呢，可以做这个清水的码头，做这样的一个整顿，这样跟委员报告，一定可以说到啊，投资效益就是了。可以是。这个召集人呢、啊，我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基隆港在101年编列900万元，叫做基石水深码头预报系统的经费，这个经费的用意是什么？为什么啊？其他的港务局都没有这项的经费啊？为什么我们基隆港这个苏澳港及台北港就要特别办理这所谓啊水深码头预报系统？是否让陈局长来我说一下？那局长有这样的预算的，你都不知道？跟委员报告哈，那个我们三个港区哈，因为要知道整个潮位、整个系统的关系，说我们编了900万，就是委托港研中心做这个事情。啊，因为三个港本身啊，你像苏澳港，它那个因为整个苏澳港的情况、台北港的情况，因为台北港在建港，然后那个苏澳港呢，因为那个山高水急啊，所以我们对整个下面的情况，我们都需要了解。那我们怕它有变动，对于我们港的设施会有影响的。哎，市长啊。只有基隆港啊、苏澳港啊、台北港有这个必要，其他的港口都没有必要。这我们再跟各港来这个在整体计划里面来探讨一下。
是这样吗？目前是基隆港他们的三个港是委托这个港研所他们在做研究了，那是他研究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再跟其他港就他们整体计划里面有没有需要来办理，再来做进一步探讨。以上啊，这个市长啊，仅就刚才的研究案的一个固然是很重要哈，不过有没有必要啊我觉得需要考虑，这我觉得是相当的不妥。而刚才你想的基隆港跟台北港、苏澳港是有这样的一个预算，而其他的港口没有，我们也是觉得这是大问号的那个问题，好不好？好，谢谢。请回奏，我们下一个。是黄伟哲的。下一位登记发言的是黄伟哲委员，请。主席、各位同仁、马部长及各位长官，我们请陆政司好了。不是陆政司啦，行政司啦，对不起，司长。委员早，司长你早哈。我想今天提到了这个航港基金的这个用途的部分哈。除了这几个我们所讲的哈，就看到说基隆、高雄、台中、花莲、金门、马祖，好，请问金门、马祖是交通部所管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基金的使用是仅限于这个大型的这个对外的港口，还是怎么样的区域的港口可以使用？我想我们在这次的三港法里面啊，是定义我们现在的七个国际三港，那成立港务公司跟航港局，来正气分离，来继续推动啊。包括金门，那刚你讲的金门、马祖、澎湖、布袋，这个是国内三港。那我目前在这几个国内三港的经费协助部分，是用以前商建费的剩余数来指引。是商福会还是在未来没有吗？未来没有，未来我们的商福会收入的这个基金是只用在刚讲的七个国际商港。你知道你们今天的这个第二就提过补助港湾建设计划，好，为基隆、高雄、台中、花莲、金门、马祖等港就公共建设所需。那你既然如果是这样，你只是用过去的这个剩余的部分用完就没了，对不对？是。那你何必要把它列入？这样会造成让大家的这个疑虑，还是要等等我们修法把这个补助的范围扩大。因为我们跟委员会报告的是101年，我们准备要来持续协助办理的项目。那因为在101里面，其实还是会用商建费剩余数来提供七个国际商港之外的这几个国内商港做港湾的建设，所以我们在项目里面把它。那我请问你，商建费的这个费用，商港建设费到什么时候？到今年，到101年就完全结缴，用完就完全结缴国库了，102年就不会有了，还是102年你还会继续编列？这个部分的话，因为请问你是？我是会计长。啊，会计长。因为其实我们在今年预算里面也有提到说，所谓要结缴国库的问题了。啊。那现在就是说。没有。商建费。那你们第二列，你们第二页的第四项是讲假的，还是基金用途？第四项。第二，基金用途的第四项，结缴国库计划，系以前年度商港建设费剩余结缴国库数，啊，这是什么意思？你教我。现在就是说，我们要结缴国库的计划是以前商建费剩余的数里面去提拨一些金额结缴国库。好，那我的意思是说，以前商建费剩余的部分，你们是不是？到101年，就是明年还是今年，就已经全部通通结缴国库，以后不会有了。还是说你们只是今年挖一块来结缴国库，明年再挖另一块结缴国库来做这个金门、马祖或国内商港的这个建设？你们这个商建费的使用是怎么样的？这个是，你不要变成商业，还变成你的一个私人的大金库呢？不是，现在是。我让会计长来说明好了啦，因为主计单位是希望我们就是剩余数就
全数结缴了。好，请会计长。有关那个商建费的话，哈，目前为止大概剩下大概一百亿左右了。嗯，那现在就是说，希望行政院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整个全部结缴国库了。对啊。那我们是因为有些部分可能有港湾一些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港口可能需要一些建设。可以行政院编列预算来统治统筹啊？为什么可以？因为行政院的经费，他来决定什么时候该结缴，什么时候不用结缴，要该结缴。不是，因为现在决定了吗？因为现在最主要问题是说，行政院的部分变成说它的额度有限。那现在就是说，什么叫额度有限？它整个财政困难，所以它变成是说，公预算额度有困难呐、啊嗯。那现在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大概跟行政院主计处那边大概有协调的结果，大概要缴库的部分大概三港建设费，前年度剩下的部分大概到今年为止。以后大概没有这部分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部分全部要做建设，相关建设由航港建设基金里面去补，像那个金门马祖，他现在只是编列今年的经费，但是以后年度他相关的一个计划还没有完成，以后还有以后年度还有经费需求的部分，也要在航港建设基金里面去支应，那用完了就没有了。用完就没有，预计什么时候可以用完？你一百亿耶？没有，一缴七十亿完了，只剩下三十几亿，对。那三十几亿的话，就是说可能有相关行政院核定的一个金门马祖的相关计划的话，未来年度还有需求，因为已经核定，未来还有需求，那个用完了大概就比较就没有了。那如果是这样，有其他地区的一个港口，好、哦，然后不在你们这个，或者说有这个角度来说，其他国内商港，如果他有提计划，经过行政院核定就可以动资，是不是？这个部分的话，我不是很按照道理来讲是。他是其他国内的。那请部长好了。我说明一下。啊、请说。哎，你有没有征得主席同意啊？你是。我想刚刚讲的商建会剩余数要持续支应国内商港的部分，是指已经核定执行当中的，你总是要留着让它继续执行完成了、啊。那如果这一次是扣掉这个之后，剩下的就结缴了以后，那以后就不可以再新增用其他项目建会来增列项目来补助好那请国内商港了。您刚是我们台中港务局李局长。局长，曾剩下主席啦。啊，是，跟委员报告，未来如果是公司，因为有新的商港，未来国内商港的那个基础建设就是会到航港作业基金去支应的，所以就这个就不会国内商港的问题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说除了那七大港之外了。对，国内商港将来就那、这个它的建设就是回到我们商港那个就好说，这个。香港建香港建设基金，香港建设基金来指引的，这不是过去的商建，就不是商建会的。OK， 好，谢谢。那好吧。王委员好，部长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这个根据高工局的监测哈，我们长达国道在台湾在1000公里，对，对，累计起来将近1000公里。那这两年来哈、哦，有一些动物就是常常会穿越，哦，那过去好像我们也看到，好像不知道是国道，因为这样封闭，为了那个蝴蝶哈、哦，那个蝴蝶的过境，嘿，那这个情形就是说，还有一些其实有一些，譬如说省道也好，就是有一些就部分局部的这个封闭，有些螃蟹啦，或者我们是不是有跟农委会，或是我们自己会知道？可能有些动物它有些季节性的迁徙，然后它可能会就地区道路也就也蛮严重了，国道也蛮严重了，那这部分我们会有所因应吗？是跟委员报告啊，事实上属于这一部分哈、啊、我们大概在早期的高速公路这些设施相对比较少啊，这是事实了哈、啊哦、嗯，那但是我们就报告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对于后来的新建的路，像譬如说国道6号，嗯，我们可以讲就是非常重视这一部分，所以就是特别有生物通道了，啊，在这个路体，如果是我是路体的话，在路体的地方我们会做这个生物的这个。那生物怎么知道会走生物通道？现在大概都会走了，都会走啊，都会走，还是都在看指示？啊、对，对，都会走了。他们我想他们有他们的直觉了哈、啊，这个啊都会走，所以说白海豚会转弯，海豚生物会走通道，海豚不被我们管了哈。对啊，所以说国道六号这一部分大概跟白海豚会转弯的，对，然后国道六号甚至我们也是要怕很多的鸟哈，嗯，它会经过那个地方会撞到车子，所以我们也做了那个透明的
那个隔音墙也兼做这种啊这种效果。那我们甚至于怕这些鸟还会撞到那个上面去啊。它这个即便它不装整个裸露的话，没有被车子撞，被墙撞，会撞到那个透明的那个隔音墙上。对，我们在隔音墙上甚至还贴了老鹰的符号了啊，就是让它不要去撞那个，不要接近，因为那面它不会去撞。所以在这些大概都是非常非常啊这个生态化的了哈。那这个属于老的这一部分哈，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像紫斑蝶那个这个季节的话，那事实上我们有做管制，我们有做网啊等等的哈，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做了。那现在当然是最近的报道哈，事实上最近报道有一部分也是累积过去的一些记录了。现在这两年来，现在也在改善了哈。现在也在改善了，他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这就是老的是国道三号了哈，盖的稍微早一点，所以他对于像没有国道一号更不得了，更早。没有比照这个，因为国道三号是比较靠山了，这种问题比较大了啊。国道一号是在我们比较靠城。部长，我想跟您讲说，这不一个是生态保育了，对，一个方面是人命。你突然有动物闯过去，驾驶人了解不了解，我不会说无法反应，或了解了。我想这一部分跟委员报告了哈。事实上，当然就是说这个，就像刚刚报告了嘛，我们新盖的高速公路，我们都用新的标准来做啊。这一部分问题大概就是相对来讲是减到很少了。嗯，那但是老的，特别是国道三号这一部分哈，这个高工局，那我提个建议好不好？是你们跟农委会、跟林务局、跟特生中心、特有生育。是都有生物保护中心联系一下，是多了解一下他们动物迁徙的习性，然后多了解一下动物迁徙的地点。对，我想我们的人力哈才不会虚指。是，我想谢谢委员的指教了。我想这个国工局、高工局将来就合在一起了，他们在这些地方以国六的经验可以来移植的了。我想这一部分我们来强化，好不好？好，好，谢谢部长，谢谢。好，请肥洲。我们下一位登记发言的是。赖世宝，赖伟，请。还你还讲嘞，赖伟啊。好，谢谢主席啊。这个我们请一下毛部长好吗？赖伟好。毛部长你好。这个啊，我想这个从民生的一些问题来跟你谈起好了。我也是回到上一次总咨询的时候提到的一个事情呢，就是那个现在特别是台北市的一些捷运啊，我们那一段有些的捷运的这个在做这个可行性的时候，现在是经建会好像经建会要求一定要做一个看要评估自偿率了啊，自偿率好像低于35%他就不给做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一部分哦，部长有没有从交通部的立场来讲，要跟经建会能不能跟他去谈一下，这个是不是一定这么硬？要不要勘察附近哦？我要强调一下是，就是明明这个地方的附近就是什么，就是区公所，就是行政单位，他怎么可能去开发土地嘛？他的自偿率，那自偿率一定就是说，因为我这个捷运经过这里啊，我带动旁边的繁荣，所以呢，这个增值要放进来啊，那这样我才要补助嘛哈。而且看起来条件还蛮严格的，自偿率超过35%，他才补助30%；自偿率到40%还是50%的时候，他补助50%。这个东西门槛太高了哈，就弄起来的话，变成是这个等于间接告诉我们一般的都会区哈，捷运大概都可以，地方政府都没有办法盖的了。我是看这个样子。是跟委员报告两点了哈，这个原则事实上甚至还用到我们东部铁路的电气化了，都被要求要提这个自偿率了。我们东部铁路只有那一条线电气化。所以呢，属于捷运这一部分啊，事实上这个行政院已经要求交通部跟那个经建会啊，我们重新再来仔细来研议这个问题。是啊，行政院已经有指令了。好，这个我部长这一部分可以了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是替台北市政府请愿的啊，这个请命的请也好，请愿也好啊。我那个南环路啊，那个是5.6公里而已，可是因为它是重运量，一公里要60亿啊。300多亿啊，台北市政府负担不起啊。然后这个一弄啊，报了可行性研究，报去打回来，人家大家我们的附近的居民大家殷殷期盼啊。即便啊，我再讲一遍，即便今天可行性通过，一切顺利，看到他通车最少十年啦 啊现在到这里还是，然后这个东西，那个我跟部长报告啊，我们甚至有文山区的有人都会讲，
他是不是吃定我们是总统故乡啊？所以按了搞成雕啊，什么这话都出来了，你知道吗？听起来都还蛮难过的哦。那这个当然就是因为金监会，你们有点背黑锅了。可是我觉得交通部要去讲，是得看地方嘛哦，因为那个地方要盖的旁边，我刚刚提过就是区公所嘛，区公所有什么好开发的？没得开发的嘛。你应该看因地制宜，在旁边看真的有开发价值，我给他算啊，不然你至少往外一直延伸嘛，说等于是我那个 location 的旁边一公里、两公里都算进来，那个老师也那个意义就不大了啦，我们都很清楚嘛，对不对？好，部长，第二个哈、哦，也是跟这个一般的有关的，我想大家在开车哦，我们都会发现到，我常常开车的时候，我常常想说，这个毛部长应该可以解决啊，比如说啦哈、哦，我们常常比如说开到什么地方一定塞车。开到什么地方一定塞车，啊，我就举具体的好了啊，万方交流道下来一定塞车。那我就想说，部长啊，这个如果是区内塞车，当然是地方政府的事情。可是高速公路下来，照理讲还是我们高工局的事情嘛，对不对？请问，跟委员报告好，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哈。高速公路有几个路段的、啊、哈，我们特别以国三来讲的话，像过去像中和啊、土城啊这几个交流道下来，大概都很容易塞车、接驳时间。中和塞得很厉害，太厉害了，对，永远塞。对，但是呢，像这一种问题要解决哈、啊，大概我们都要结合地方政府一起来处理了、嗯，因为这个都是地方交通，它下面不通，所以使它的回堵上高速公路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讲像。针对土城交流道那一部分，我们就想办法协助地方政府把那个特号道路把它盖起来呀、啊，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有在进行吗？当然，我们已经最近通车了，这个通到那个板桥那个。可是中午还是塞啊，中午下来的地方还是塞啊。他现在因为大概我们另外还有一段要往前，对，再往前接，中间差一段了，这样那一段将来可以全程接到五股去。同样的，然后那一段如果真的完全通的话，我认为综合交流也可以有帮助啊。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说哈、啊，像这种地方交通的改善，我们可以讲站在高工局的立场，也是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有配套措施来想办法解决，因为那一部分的解决要靠地方道路。好，那我就跟你正式的跟你请命，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万方交流道永远塞。好了，我们不，现在我具体的，因为我们是外行了，我们看了那个东西，它一来一定只有向右转或者向左转，能不能有一个直接跨过去那个河啊？有个做一个引道跨过去就直接到动物园。我有时候走那边啊，塞车的时候，因为一般都是向右，大部分的活动都在向右，向左那边呢、啊，因为绕了一下就是动物园，然后到正大那里去，有没有可能我直接跨一个河过去，做一个引道出去？这个就可以输到很多，这个多少的地方人士跟我建立，市员的跟我建立，可是我就发现到我们高工局应该可以听一下吧。谢谢委员提醒啦，我想我们可以来研议看看这一部分，如果真的要有这种工程改善的话，看这个究竟是属于台北市政府可以来做的，还是我们高工局可以来做的哈？因为这个感觉上是我们高工局的事了哈。好，我们来研议啦，如果是第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做，我们来研议。如果是要台北市政府，我们来跟洽他了。这个拜托你哈。是第三个哈。这个我们都清楚嘛，这个一高啊，几乎也都是塞了。我今天都跟你谈塞车问题，一高一上去都是塞。一高哈、啊，我跟委员报告了，我们等到五羊明年底完工通车，我认为一高的塞车就是在中立主要塞在那边嘛。好、啊，那一段应该可以有大幅度的改善。啊、我有两个点啦、啊，提供你，请你参考了哈、哦。第一个，在这个你就刚讲的。五羊什么五羊捷运是不是？你对他五羊高架，好，五羊高架期待很高哈、哦。对，好吧，就我们就全部 take it， 可以不可以在五羊通车之前全部都不要收费？因为一高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一高现在哈、哦、早就回收了。你现在在继续收是放在国道基金那里嘛？我们都很清楚。跟委员报告，跟委员报告哈，国道一号啊。这个国道收费不能一条一条来算了，啊，你中间说哈某一条不收，那一条会塞得更厉害了，啊，这个基本上一定是这样，它是一个通盘的嘛，啊，你不能说哈国道一号已经收完了，所以国道一不收，专收国道二号，那将来国道一号就垮得更厉害了，啊，就塞得更凶了，啊，所以基本上像这种收费，我们已经不纯粹为了啊要抢占，也是一个交通管理的一个手段了。那如果这样子，你们原来在严厉的那个。
按里数来收钱，那个什么时候可以？那个我们要到102年实施，102年开始实施。现在开始弄了吗？现在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个免费的 OBU 啊，免费的这个收费的这个装置，我们在明年2月开始啊，这个我们会大幅会全面的来推广，让大家来装。有人啊，有人。然后这样到明年底，我们希望就是这个整个上高速公路会上高速公路的人，大概80%-90%可以装的话，那我们那个那个实施条件就成熟了。所以大概102年可以。102年来推这个政策，101年的二月，我们开始全面推广这个免费 OBU， 全台湾来推广。那旧的 OBU 怎么办？旧的 OBU 收回。然后那个整个这个原来他买 OBU 的价格当做通行费除值进去，所以等于是他全部 reimbursement， 对，全部 reimburse， 全部 reimburse 啊，对，全部 reimburse 嘛，对，就是全部就可以是，然后改用这个零元的新的这一套，那就是 e-tag， 对，就 e-tag 免费的 e-tag， 那这个会不会装得很复杂？不会啊，现在我们在基隆在操兵了，基本上情况都就比我们预期要好。所以大概就是102年就开始可以上路了。102年整个上路，101年2月我们会全台湾开始推广，就开始推 e-tag， 免费的 e-tag， 免费 e-tag。那所以旧的 OBU 它里面当然有两个，一个是它除值剩多少嘛，对。第二个是它本身 OBU 的价格，可能有人买1000多的买。除值的那一部分转 OBU 原来采买的那个价格也转，全部都转。对，都转过去，所以实质上等于说，他原来那个负担也等于说完全就那这个的那等于是所有高速公路全部变成 ETC 了。对，就是整个里程收费嘛。所以就没有，我的意思说是到102年之后就全部没有那种人工收费的。对，全部的那个收费站都是撤掉了。那收费就是在下去时候收，没有在路上，我们路上会装那个门架，在门架上来。啊，就是在收费站前后，不是在交流道前后，我们都会有门架，那个门架会来抓大家这个。对嘛，所以就等于是我开上去就算一次嘛，对，下去就算一次嘛，对，就前后两个，你这边它 location 是。对，它会一直累积啦，就是每过一个门架会算一次，每过一个门架算一次，然后每天哦算一次总账，大概这样子。这个你算过你的 VT 可以啊？可以，没有问题。好。我想我就主要是这几个问题啊，因为我一直觉得所以在跑去谢谢您刚刚讲的那个塞的蛮厉害，官方那边我们、好不好，我们来演绎、这个、好、啊、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罗淑蕾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官员、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主席，我们是请毛部长。请部长。那个部长请教一下哈，事实上我们那个对那个交通那个阻塞的问题了哈，不管说你高速公路啊，还有那个一些平常的那些路面道路啊，那个高架，那阻塞蛮严重的。那当然我们那个一般要为了要让那个交通的一个阻塞的现象改善的话，大部分都是说去扩建那个马路，或者是说再增加那个新建马路。可是那个马路的一个征收啊，坦白讲都有困难嘛，会怕到是不是有没有牵涉到那个环境的环保的问题啦，还是说碰到那个居民你征收土地那抗争的问题啦。那事实上我们到很多国外去，我们都看到说很多那个铁路或高架都有2层3层，好、哦、2层3层。那我们是不是考虑说，因为假如说你是从原来的高架，好、哦，你说1层在2层3层，那这样下去的话，你没有征收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原来的环保的问题嘛？那应该是以技术来讲的话，应该是可以克服嘛？哈、哦，比如说啊，你可以高架，那是不是说小车走上面，那什么走下面，甚至什么重机车，你让它去走上面？好，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是说，用我们现有的一个道路或是铁路，好、哦，把它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处理。跟委员报告，譬如像我们这个汐止到五股段，就是这样在。对啊，只有那一段，对，就只有那一段。对，五粮也在盖啊。委员只要往桃园那边走，我们两边现在如火如荼正在盖啊。
到明年底就会通车了。好，比如说你看看我们，比如说台北市经常什么建国北路高架桥，哦，新生北路高架桥，有时候都塞得要命，那有没有办法就从上面再盖一层呢？那技术上都是有可行性的，就是看成本嘛。对啊，那不然那你成本的，有时候你去征收土地的话，那成本更高啊。你去征收土地又引起抗争，那社会成本也很高啊。还有一些什么环保问题，只要你要原来的土地、原来的道路把它扩建的话，那不是更那个吗？哦，我是先说这个东西的话，事实上是不是可以？对工程师来讲，这个永远是一个选项了。但是这种选项通常成本比较高，通常也只有到一定的条件的时候才会被逼的要去这样做了。啊，现在两岸向人取基金，你在用力取得很贵，然后高价起来，虽然工程费也很高，但是呢，整个社会发展已经到个程度，用力取得还不如把那个用力取得钱的一部分拿来做高价，对啊，那个会有一个时间点的，会有时间点的。所以应该是从这样去考量的话，是是是会比较那个完全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是。那再请教一下哈，我们今天在审那个航港建设基金的预算呢哈，那我看了其中有几样了哈，比如说都好像跟我们的预算法的编制哦，好像有点违背了哈。我们预算法的第34条跟32条都规定很清楚嘛，你说重那个预算法第34条是他讲说，重要公共工程的建设及重大市政计划应先制作哦那个选举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率分析报告，并且提供那个裁员筹措跟资金运用的说明，才能够编预算哈。那其中我们有三样东西啦齁，我个人看好像跟为预算法那个有违反啦，比如我们那个航港建设基金哦，它101年度它的一个基金补助那个港湾建设里面有一项补助那个高雄港务局办理那个布袋港的工程的一个码头的一个维修啊，那你今年度在101年的时候你编了一个1亿1650万，你是用在科目是用在一般建设及设备的那个工程里面，还有那个2500万的一个港务的一个维修费用了哈。那其实对于这个布袋港的一个扩建工程呐，那从民国99年就已经开始在筹划了。那整个的一个总经费是56亿7260万，那这个钱全部都是要用我们那个航港建设基金来补助的。可是你这个计划，我的了解是交通部啊，你已经把它退回了好几次的。那你99年你没有编，你没有那个预算编列，可是没有执行。那100年的时候没有编列，那你现在101年你把它编列出来了，好、哦，你101年你把它编列出来了，那可是你这个方案你根本都还没有经过行政院去核定，行政院特别去那个，那为什么你今年把它编出来呢？跟委员报告了哈，就说像那样一个案，布袋港那个案子56亿哈，那么当时做好规划之后，事实上最后的重点是那个港，因为它漂沙了真的很严重，而且另外一方面呢，你即便就是用56亿马上直接投资的话，那么短时间之内可能那个量啊运量也出不来，所以后来啊整个的这个案子执行上，高雄港务局就把它变成三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我们先就现况做直接的改善，希望呢能够把它在现有的这个航道水深能够维持啊，差不多2000吨的船进出啊，先维持到这样的情形，然后呢以这样一个港的条件，然后把它的运量能够做初步的稳定。等到运量做初步稳定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做第二阶段啊，进一步还有些浚深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让5000吨的船能够进来。等到5000吨的船进来，然后也有一个量有稳定的时候，我们认为像50几亿的这个大投资大概才值得做。所以基本上可以讲，就那个案子呢，我们早期规划的时候是做等于说一步到位，变成一个这个啊整体的一个改善方案。但是那个改善方案后来我们发现，在实施上分阶段比较务实，要不然我花了50几亿出来变成一个文字港，而且每年的维护费很高。对，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大概采取比较务实的做法，这样来做啊，一步步走，然后呢就是培养运量啊，初步改善稳定港的状况以后，培养运量，然后这个运量培养起来，我们再走第二步。等到第二步走完以后，我们觉得说啊时机成熟，我们再把50几亿这样一个规模的这个案子，再整个再把它投入下去做，大概是这样采取这样的。对，没有错，就是你的计划，你原来的计划你没有一个完整性，而且它的投资效益也不明嘛。对，现在我们就把它调整。对，做阶段性。那既然
既然是那，也就是说，对于你原来五十六亿的，你们认为它的可行性，就是你也是存疑嘛，叫莫存疑说退回嘛。那既然是这样，整个这个计划没有你改变更为其他的一个方案，那你变更为其他的方案的话，那你没有，你也没有这个东西，也没有经过那个行政院核定，什么都没有嘛。没有，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讲，它是一个相当这种案，相当于整体规划分阶段执行。是，你是用你们是用专案来处理嘛？那可是你用这样专案来处理的话，你又跟我们的预算法的规定，你也是违反的啊，对不对？你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你是要规避那个预算法的规定？好，你就自己提预算，跟我们原来预算法。我想，基本上哈，我刚刚那个说法是一个。整个理念上的说法了，那我们现在实际上的做法可以讲，就是说这一个五十六亿的这样一个整体规划的方案，我们所谓的第一阶段基本上我们是针对现况改善了，所以呢像这部分现况改善我们是可以用年度性的预算方式来执行的，大概是这样子。不，那你用那个年度性的预算的话，可是你这个预算你也是没有那个报那个行政院核准的这项啊。我们现在整个预算就是报行政院核定的、啊，不，就说把你是从你的预算是原来你是变更的嘛，你是专案变更。基本上跟委员这样报告了哈，基本上我们这个计划啊，性质上是并没有变更计划了，我们现在只是说在它的执行上，我们在目前现况来讲的话，我们是就现况把它稳住，然后这个是我们用年度预算的方式来支撑它了，大概基本上是这个性质了。对，其实你不仅布袋港的那个这个案一样，你台中港也是一样嘛。你台中港里面，你说你那个在那个你在那个台中港的优质港区跟绿色港埠发展建设计划里面，你本来你们本来也是编了59亿2700万嘛，那其中的27亿1700万是用这个基金来补助嘛。那你说从101年你分那个六期办理。可是根据你们交通部的资料嘛，吼，对于这样一个案件，你经过那个经建会函里面就说，哎呀，他们的一些意见里面的话，他们认为说你这个东西的项目什么都还没有完全核定，那你还是你目前你还是在你一百年九月份你还是在那个还在核定当中嘛，那为什么马上又编进来了？是不是请局长说明？请局长。对啊。包委员是这样子哦，这个计划实际是在部里面是6月28号就报到行政院了。那经建会它是针对是程序的问题，它是希望说，因为未来既然要成立港务公司，它希望把四个港的整体计划跟整体规划一起报。对、啊。那所以说我们才9月5号才又重新再报到部里面再做整合。那现在部里面是下个礼拜开完会之后，它就要报到行政院。那这个程序上是的确是有点是说有点像，但是最主要问题是这个是101到105年的一个计划。那如果说今天如果说计划这个没有这个预算没有，当初因为户里面核定是在6月28，所以我们就跟着预算就一起编出来这样子。不是啊，你部里核定嘛，那你部里是编的，可是你现在都还没有核定，而且这个有变数嘛。那将来到底要怎么实施的话，他是说今天会是要你们做，因为你将来成了那个港务公司，有你要你整体来考量嘛。那你这个时候来编预算，那这个东西这个是不是要先冻结起来？没有，跟文报，其实今年第一年100年编的都是规划会了，最主要是规划会。那因为对你规划，可是你都还没有那个今天都还没有那个他要你整体考量嘛，所以你们这种东西有。跟委员报告了，在我来看，好像这种规划费的编列啊，应该希望委员能够支持了，因为基本上来讲，这一部分是在经建会的，我看经建会的，我对他的这个意见的解读，他就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程序给他完成的，啊，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四个港嘛，然后希望就是说我四个港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算是规划这件事情。那我认为是101年编啊，这个不是、啊、这个，因为你这个规划都有需要了。就是他讲的嘛，就经建会认为说你应该要集体考量、集体规划嘛。那只是一个程序。要完成那个程序。那你不能说个别这样子的话，那你但是个别的规划还是需要啦，因为你整体最好还是个别集合起来嘛。然后个别这边并不是一个建设费用，是一个规划的费用。这个不管我分开来，各港都同时都去做，还是各港合在一个大案子来做，各港
的规划还是要做的嘛，这个规划的费用大概跑不掉了，希望委员能够支持。你们真的要追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你跟你真的跟我们预算编列的方式哦，真的是就刚刚那个就像讲的，真的是有一点那个违反了预算法的规定哦，所以真的要注意。是，请委员支持了，好吧，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徐耀昌委员不在。杨琼英委员不在，康世如委员不在，蒋乃新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不在，林昌敏委员不在，侯彩凤委员不在，吕学章委员不在，郭树春委员不在，刘胜良委员不在，吴清池委员不在，陈九委员不在，郑金玲委员不在。接下来请郭文成委员。我怎么去猜每一个？主席各位同仁哦，有请毛部长来。请毛部长。不是，我看，我看部长，安尼好，看部长有来哦，无啥个来讲袂使。部长，这航港建设基金敢若钱足济哦，恁逐当交股拢交袂少呢。无啦，我们现在港的建设哈，事实上需要的钱预算也很高啦，所以将来港务公司有很多的建设哈，可能都要用举债的方式才能够推动了。无啦，我是看这几年恁咧交股交了哦。99年度交库80亿，100年度交库85亿6900几万，上歹的2011年还佫交库70亿。我感觉恁这航港建设基金钱济佫乌白开啊，啊，各港务局的这个执行管控哦，我这是来做鬼扯，你知无？但我想请教一个数目字哦。恁台中港的五算，去年预算是4亿5000几万哦，执行3亿1000几万呐。啊，公港更加离谱哦，39亿外，实际执行22亿外，我这个有够奇怪呢。39亿甲执行22亿，一半个啊。这个你们就来说明吧。为什么？是不是请他们两位局长说明一下？来。台中港港务局局长啊，恁这有算安那骗嘞？4亿5000几万，执行3亿1000几万。阿贤啊，包围啊，这个有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花包的时候有一些花包的剩余数啦，因为花包目前大概花包剩余数嘛，不要接吧？因为我们现在花包剩余数多少？花包剩余数我们现在大概是7成到8成底价到。那个得标价是7成多到8成，但是这个差几条4000几万，你讲花包谁一次？我说我两个原因啊，第二原因就是说，整个一个工程的执行，有时候因为台中港比较特殊，它是10月开始就有那个东北季风下来，那有时候东北季风那个风向那个海象不好的时候就没办法施工，就有时候是水上工程，有时候会面临这个问题。局长，我就是咧讲东北季风这种预估以内啊。不是，这跟委员报告是预估的，但是每年的每年影响数影响的天数是不一样啊。有时候大多数拢安尼啦，没有，哎呦拜托嘞。因为有时候他那个台湾这个气候这几年看变化偌大。对，这个我们根据我们的预估，去年是的确是他的影响天数是比往常。好了，局长你回去我问部长哦，我问部长，这几个港上大的港，我想高雄。是。这哦。这临航的啦、我感觉高雄我的选区哦，我感觉到很奇怪哦。这个高雄渔港原来咱高雄港才来，对不对？有前镇渔港。前镇渔港啊，这污水下水道甲这阵哦，咧参加高雄参观高雄港哦，我足惊人去参观高雄坚定渔港，你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肖局长不来。肖局长啊，不来。副局长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目前港区的水域啊，应该是蛮干净的，
什么港七盘干净，你就搞错位，我的选区呢？你港务局的高山，你拢无咧去？我有我们。我拢伫遐咧食饭咧，蛮干净的，臭嘎嘎。拜托咧，我住伫遐，你什么？你住伫蛤蟆星？你港务局在古山区，啊，我住伫遐，一礼拜伫遐食三间饭，蛮干净的，你有搞错无啊？我是感觉讲这真讽刺，你知无？粉红市。刚香港建设基金特当的交过几百亿的走去中央啦，留下坚定渔港的污水下水道，应该从他来走，为什么？为什么到现在来做？我今日来会硬赶起来，就是安尼呢。无我即马选举是足歹选的，陈柱中被选足歹选的。对我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是分年开始把那个。下水道，对，陆局长，为什么到去年开始？为什么？黑明明的臭干干，我请这议员，我的里来没有？为什么到去年才开始动工？你钱遐济啊？不是无钱呢？你各县市各乡镇公所，因为当用无钱加最多，你香港建设金为什么这样？黑卡在的，我的海洋局啊，有一台大台船啊，观光船的事啦，有无？迄当时是偌济人，来到遐人是变个臭干干呢。从迄阵啊，我就咧奇怪咧，港务钱啊，这个不爱做啊。而且吼、哦，来污水下水道，你总经费编了16000万，工程实际发包总额一个几亿，为什么差那么多？差5000多万呢、啊？谁有5000多万？什么原因？一个东北季风，我那像港务，像那个刚才台中港务局，为什么差那么多啊？都差那么多啊？1.6亿啊？为什么花报1亿？您的预算评估是安尼哦？我这个可能是业者之间有是不是有抢有抢标的这种现象？副局长啊，这个拿低价抢包，这个严重啊！不是低价，是抢标的现象。副局长，咱的桃园机场哦，作用是这啦。副总经理不是在搞笑吗？人去甲你抢标标到哦，不要做。伊讲哦，航厦是国家的文明，时间品质爱做好。啊，明明人就讲遐会谈，品质够好，伊也不要做哦。你袂当讲哦，低价抢标到啥物程度呢？你一亿6000万的物件，一亿差偌济钱啊？差三分之一的钱呢，毛部长，落差差点这敢好？是啥？关于港的污水下水道，青菜折，不是我随便做。跟委员报告，对，不是国家文面。对，高雄港务局就不是国家文面，桃园国际机场就国家文面，干嘛呢？啊不，为什么落差那么大？不是啊，可以差2-3千万，不可能差6000万嘛。工程的品质不是安尼管控的嘛。营造公司未谈了遐尼济，敢有人这个会去抢标安尼？差小块，公司要叮当，可以这样讲，你落差那么多啊？所以我们在来副局长，我你来，我毛部长啊，因为我这样作为毛部长对谈的，来，请部长，毛部长，像这一亿6000几万，一亿抢标，还不是国家文面，桃园国际机场的事，阮坚定人的冤大头，那个施工品质你敢会当有把握无？我想当然施工品质一定要要求了，不过我的了解哈，就是这一阵子其实。如果他们编的预算比较早，然后最近再来发包啊，我的了解，像最近像钢价就有很大的一个变动了啊，所以我觉得说，当然就像这种属于跟原预算比较低啊一个比例之下啊，我们发出来的包，当然我会要求高港局啊，对工程品质啊一定要要求了。不是啊，我们因为像这种案子哈，基本上是我们。交通部每个月都有汇报了，工程汇报，我会亲自主持来盯这种案子的了。马部长，像这落差岭大哥啥，污水下水道是全部拢总
九成是地下的。这落差差一点，我感觉有够奇怪咧。只要讲污水下水道，哪从迄个所在哦，迄、那个管控就无可能预算数差一点济啊。一时间二时间无，乌青话，有可能水会淹着呗。我感觉迄点到高难度的工程咧，我感觉到高难度的工程，啊，你偏偏那个预算数落差差济。我感觉这不是普通的工程咧。你若讲明的工程，讲像红山溪迄个疏浚，迄种物件够好管控咧。这点都歹管控，啊，伊个低价抢标安尼，我看一个惊一个，你知无？因为迄我是啥，我自己干拢伫遮啦。马部长，我真正做担忧的。迄到时嘛，佮帮帮了，到时佮引起公安事件。我们来特别盯这个案子了。哎、欸，阿、啊、马部长，我个人话恁港务局哦，好啦，马部长你回去啊，我再问港务局副局长者。不是啊，我叫马部长回去啦。来，副局长，你南兴土地开发案哦，你现在游艇专区码头，对不对？游艇是现在是 BOT 的。高雄市政府在办。对，游艇的。啊，港务局在办的都。我们是南兴计划这个区域。哎、啊，土地投资官在土呢，万企政府在土呢，我们是政府在添土的嘛。我们是跟市政府架构那个101公顷的南兴的那游艇产业专区，那是市政府在主办的，不是我们高雄港务局。哎、欸，副局长是101到103哦，你预算编的40多亿了。那是南兴，那是买土地吧？对，买土地还有公共设施。因为即摆啦，迄我的选区老百姓咧问，你还问我煞唔知咧？到厝边恁市政府交港务局哦，伊遐是大南部的边啊，老百姓咧问讲，啊这是港务局的施工。还是迄个市政府的施工啊 ，BOT 我是干嘛讲哦？那副局长委员报那一部分是市政府游艇专区那一部分是市政府在做的，不是港务局在。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施工。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我有去甲问啦，你即马甲因办理情形哦，因的工程内容啦、啊、俗称经费进度哦，你鬼拢甲问，整理一份话，书面话，啊，过来哦，您。专拨本计划220公顷嘛，您港务局多少？您的土地面积我那分归，好像是高雄是113公顷吧？啊，您107公顷，您专拨您整理资料整理我啦，卖讲哦，拜托我只干你啊，我怎么咧拜访啊老百姓问我，您那个政府年轻好唔好？好，啊，你专拨资料较细面。你听清楚，你唔敢好，我看你没有进入状况，你副局长你敢是来应付，而且伊是野马头游艇码头是用什么条例 BOT 的啊？市政府免出钱？跟委员报告是因为是市政府主办的，所以我不太清楚。全部高雄港拢都没有参，没有参与，全部拢市政府，对，全部都市政府，对，还是产业创新条例。不太清楚他用什么，不太清楚市政府是以什么条例。伊个我看伊个资料哦，市政府，阮太太咧做起，阮咧分关系，用 BOT 案呢。好，你全部资料整理给我好了。哦。好，现在询答委员询答部分已经全部完毕，现在进行预算的实质审查，请首先请议事组宣读预算内容。宣读101年度交通部主管航港建设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一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第一至二页业务计划。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51亿106万8000元，二基金用途145亿7494万元，三本期短处94亿7387万2000元，三补办预算部分无列数，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进入实质的审查哈，一共有四个委员的提案，那我们请议事组一边宣读提案，一边协商，谢谢。第一个部分业务计划部分照案通过，一
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第二案基金来源照列，然后基金用途有四个提议，然后我们等一下现在开始宣读一边宣读一边协商。宣读提案，第一案案由航港建设基金101年度关于补助港湾建设计划，预算为45亿2628万6千元，较上年度预算数37亿7千万元增加20%。经查，根据审计部99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查报告审核报告资料显示，该99年度预算数为63亿8千万元，实际补助数为42亿9千万元。预算实现率仅67%，主要原因系补助港湾建设计划工程进度落后，业务计划执行率欠佳，造成补助款随之减拨。据此可知，各港湾建设计划有执行落后的现象严重，而101年度航港基金预算并未依照实际执行情况编列，反而增加补助金额，预算明显浮编。是以参照之前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本年度预算应予3减3亿元。提案人叶宜津、郭文成、王信南、郭荣宗。第二案案由关于基隆港西岸客运专区港务大楼新建工程计划，该计划上100年度共编列1亿元预算，航港建设基金与基隆港务局各编列5千万元，为根据行政院工程会就1亿元以上工程之列管资料显示，截至100年10月15日止，其预算执行数为零，显见该计划预算执行上严重延宕。原此就航港建设基金101年度编列1亿5千万元补助基隆港务局办理基隆港西岸客运专区港务大楼新建工程计划，应予冻结1/5，是主管机关向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叶宜津、郭文成、王信南、郭荣宗。第三案案由航港建设基金101年度服务费用预算1亿1937万9千元，经查核有下列缺失：一、未考察大陆地区港户运作，本基金本年度编列52000元大陆地区旅费，经计算每人每日旅费需14000元，与交通部相较，同样赴大陆地区考察交通之经费，其每人每日费用为3000至4000元，之预算是比较起来明显腐烂。二、又查本年度航港资讯平台维护其功能提升计划2700万元预算，该计划尚未核列，亦未依照规定表达继续经费内容，违反预算法相关规定。综上，该服务费用编列腐烂，且未依照预算法相关规定将计划报经行政院核定，确进编列预算有检讨必要，是以参照该费用前年度决算数1亿983万9千元予以酌减900万元。提案人叶宜津、郭文成、王信南、郭荣宗。第四案案由航港建设基金101年度预算短处高达94亿元，主因之一系将台汽公司以地抵债之中仑站土地转为固定资产，而编列28亿4359万元之预算所致，为关于中仑站土地，航港建设基金每年以此取得之租金收入仅有4845万4千元。据此换算下来，需要58年以上才能回本，完全不符经济效益。主管机关对于该土地运用明显低估，更有图利之嫌。原此上述预算应予驱动结，是主管机关重新检讨与评估该租金收入，并向立法交通委员会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叶宜津、郭文成、王信南、郭荣宗。以上宣读完毕。
好，现在请议事组宣读协商结论。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基金来源51亿108,000元，照列。二、基金用途原列145亿7,494,000元，减列补助港湾建设计划1亿元，服务费用300万元，共计减列1亿3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44亿7,194,000元。三、本期短处94亿7,387,200,000元，减列1亿300万元，改列93亿7,087,200,000元。三、补办预算部分无列数。另外，在四个提案当中的第二案以及第四案，改为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以上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协商结论通过。另外有委员叶怡金提书面补充意见，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委员杨丽环委员杨琼英委员所提书面执行，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报告及答询完毕。中华民国10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及附属单位预算集中计表非营业部分有关交通部主管航港建设基金附属单位预算处理完毕。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尽速以书面答复。现在休息，明天9点继续开会，谢谢。